我已经到酒窖，日本的厂商啊，在讲品牌进驻的代志啊。啊，是讲我想要了解一下消防安全检测什么时阵当班？老吴，消防安全检测的时间定好未？老吴，青木社长在问你消防检测的时间敢确定啊？哦，有啦，我还可再查一下。我看本档安尼戆神戆神，诶，本档，敢唔说我来买咖啡，互你提醒一下？唔免啦，我安尼戆神，拢是甲你有关系啦。姚布，姚布，饮茶啦。哦，奇怪，你安尼戆神戆神啦，你较清醒阿无啦？上野商城已经动工啊，唔管青木社长甲龟王。关系是好还是歹，咱都应该了解，敢不是？是的啦，大爷。然后最近可能压力较大哦，所以情形就较歹啦。所以我才泡茶给你啉啊。有来，你拄仔讲我拢有在听啦，啊就青木社长对不？哎，我听到你恭喜恭喜啦。这两三天你拢安尼呢？你若是刚要听，你较早等去休困啊！你若是要叫我等去休困哦，过去哦，先让我去米亚会馆啉一杯咖啡的。当然，我给你保证哦，我今麦只要随便一杯米亚，特别我冲的咖啡，我一定马上哦精神就来啊啦！哎，姚母，正常你讲你是为了探听消息才去巴林会馆，今麦搁找借口，搁要找米亚泡咖啡给你。你才有精神，你嘛想离谱啊！你是有家庭的人，正经受完应该误会啊，你应该撇嫌才对。迄是受完伊爱你乌白乱想啦，我也无做啥物对不起伊的代志啊。啊，感觉结婚的人都袂当熟悉女性的朋友哦。姚母，有话袂当安尼讲。我知啊啦，你唔是伫咧替受完烦恼，你是伫咧烦恼你迄个粗烂物啊，对不？你是不爱我接近伊啦。要不我甲正话的代志拢过去啊！我即摆上操烦的人就是你。你放心啦，你我大兄呢，我袂做出哦，你感觉真该要的代志啦。就算我即摆你甲咪啊，你无任何的交叉吧，我也知影我的分寸哦。要不啊，你还讲唔相信哦？无安尼啊，你也是唔相信，无过去，你甲我做伙来，我证明给你看，我真正只是要啉一杯咖啡，乃其他我什么代志拢袂做啦啊！咪啊，这一定是你专工泡花啉的对吧？啊，就是这个味道够香的，我真正是想伊啊，想到咸要起痟。老婆，既然你叫我大兄，来来一杯，先让我啉啊。大兄，你来抢我的咖啡啦！姚母定定讲，啉伊煮的咖啡会精神百倍。而且伊心情特别好，我真感觉真好奇，所以今日一杯想让我啉好不？就当所长，我是将每一个人客来选择适合伊的咖啡豆仔煮的，一杯无适合你。你若是要啉，我去选适合你的咖啡豆仔煮给你啉。大兄，你有听的哦，这是咪啊？专工泡我啉的啦。你会当我煮一杯给姚母，酿过一杯新年话好不好？我天天听姚母咧呕咯，我真正想要试啉看卖。大兄，你卖闹好无啦？啊，想要啉咖啡是我，唔是你啊？安怎？好的物件甲大兄作为分享，你无愿意？唔免阁搬去啊！我用心煮的咖啡，
不是要怀疑我的人。米娅，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领导还跟你抢咖啡，是伊怀疑我伫咖啡内底掺的含害你的物件。大兄，阿米娅是安怎要含害我？静雯，我无这个意思。就当所长，我做公关这么侪年，看的人嘛袂少。你的意图，我目一年就知影。我真正是因为好奇。自从你知影饭档是我的人去了后，你马上就甲我警告，要破坏伊的家庭。你即马阁怀疑我伫家庭内底掺物件，就问一下，阮这种人的人格，伫你这位大头家的眼内，敢我这么垃圾？我真正无这个意思，请你听我解释。既然安尼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的家庭呢？你即卖当相信，这只是一杯咖啡尔。卖当相信，我的心甲一般人同款单纯啊。静雯，职业没有分贵贱，王静雯袂做的代志，即卖米也同款袂做。静雯真实嘞，我绝对无任何怀疑你的意思。啊，不过你抢咖啡的时阵，就已经对我无信任。孟达，是的，今仔日无心情煮咖啡啊。明啊，哦，大兄，拢你啦，我怎无咖啡啉啊啦？信江已经开始怀疑我有饭档里面的咖啡，照伊的个性，伊绝对会继续调查落去。啊，不过伊愈插手，高总裁的计划，伊就愈危险。我一定袂当让信江受到牵连。头愈来愈晕，一定是因为迄杯咖啡。该谁？你是要来找静雯，还是要请目睭看我林嘉宾了后真正无代志？我即卖人好好徛伫遮，你若是要继续怀疑，我嘛不知要安怎做。真实的，我唔是超工怀疑你，我是真正想要知影迄杯嘉宾有啥物魔力，小奈的腰部也一直酥酥凉凉。就当所长，即马是心灰失的模样，甲多硬要抢咖啡的态度，完全是两个人。真正是一个足成功的生理人，知影一手摕棍仔，一手摕红菜头。啊，不过我对你无什么要求，所以这招对我无效。难怪需要安尼讲话。这就是百灵会馆头家娘，明仔会好嫁，对吧？
你不是会员，所以你不知道。静雯，你电脑给我提醒，以后我会严格限制会员，全不是会员的人入来。希望今仔日是我最后一摆直接看到你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实在是因为姚不醉。你认为考试的咖啡，对其他人来讲是难忘的滋味。就亲像有人甲伊喜欢的生活，啊，不过我逐工拢希望有一天我会当过平静简单的日子。平静简单，就当锁定哦。你若是真正感觉对我失礼，就啥物拢莫讲，请你离开，莫让我为难。静雯，我不知道这里在几年来你是安怎走到今仔日，也不过我犹原会记得你在几年前咱做伙许愿望，都是希望会当平静简单走咱后半世路。我真心祝福你会当早一日实现这个愿望。信强，是的，不是我无情，啊，不过为着你的安全，我只会当安尼做。